献上赞美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参加今天的崇拜聚会。下周为超自然的医治特别聚会，将有信息分享、身体医治、启示祝福等。周六晚崇及主日崇拜由蔡淑玲牧师分享，周六青崇由苏胜真牧师分享。鼓励踊跃邀请新朋友来领受祝福，经历神的大能。九月为职场月，信息主题为为思想充电，找到工作的热情，在职场生涯里让上帝成为你最得力的助手。鼓励踊跃邀请新朋友来参加，如需更多 DM 请下 B1 崇拜服务台。全球40天禁食祷告运动第二周全教会禁祷参数为8696餐，累计至8月12号，全教会禁祷参数为14493餐。鼓励弟兄姐妹继续持守为国家转化祷告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在参加247祷告前，我是个做事常常3分钟热度的人，然后呢，原本只敢认15分钟的祷告，现在敢认30分钟的祷告。我因着247祷告，在为国家祷告时，我连骑车经过总统府，我都会祝福祷告、方言祷告。因着247祷告，我有一天起床祷告完之后，我拿着手机传给朋友、亲朋好友说，联署的事，这是爱面子的我绝对不会去做的事，因为我觉得太麻烦别人了。但也因着247祷告，我开始变得很勇敢，去传福音，为上帝发声，把一切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。G2 门徒建造营时间在9月8号 ，G3 基督精兵营时间在9月15号。本周日下午2点前享有早鸟优惠哦！鼓励弟兄姐妹踊跃报名，领受属天的祝福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创意学院秋季班上课时间在9月2号到11月18号，还有舒缓柔软舞蹈、遇见真我舞蹈班，邀请到一流师资群，训练你的核心肌耐力、拉伸操、律动等。鼓励想让身体更健康的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哦！本周日下午2点前享有早鸟优惠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圣经好好读五新约福音书导读，时间在8月25号上午，借由圣经书卷背景简介及团体读经，增加读经乐趣。报名截止时间为本周日下午2点前，鼓励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2018凯庆老师九型人格课程，时间在9月28号到9月29号。带领你在课程中更认识自我，鼓励已参加过走访童年或中年再出发课程的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快来看看上礼拜教会发生什么大事。第六届门徒训练学院结业差派礼于上周日下午举行，共有27位学员修满学院装备课程且完成实习，让我们祝福结业生继续持守操练基本功，服事做到位，生活像耶稣的精神。感谢神，青年以色列短宣队与拿撒勒分堂联合举办暑假儿童营，服侍40位穆斯林背景的儿童大成功，荣耀归给神。2018暑期敬拜赞美学校，此次课程共有110位学员参加，邀请到约书亚乐团讲师带领学员进入天国的超自然敬拜领域，更多被兴起来敬拜神。儿童灵修进阶营，20位小门徒透过读《使徒行传》，接受真理建造，还一起自制钓竿体验钓鱼，亲近大自然，让我们一起祝福儿童领袖大大兴起。家庭幸福课程《幸福之约》婚前婚姻辅导课程来喽！课程时间在9月23号到11月10号，周六周日时间。课程内容包含10月13号到10月14号婚前沟通营，鼓励预备进入婚姻关系或结婚3年内未曾参加婚姻辅导课程的已婚夫妻踊跃报名参加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儿童牧区创意戏剧课招生喽！时间在9月2号到12月30号，每周日下午。鼓励家中有国小2到6年级孩童的家长踊跃为孩子报名，让孩子回归神创造的样式，发挥想象力与创意哦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儿童牧区专为幼儿设计的领袖训练小马槽同乐会，上课时间为每周二、周四上午。鼓励家中有13到24个月大的幼儿能稳定行走且家长可陪同者，踊跃预约报名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上周建堂奉献金额为90万元，累计至8月12号，建堂奉献金额为6亿3928万元。以上为本周教会消息，愿神祝福大家。